小伙伴们大家好，相信大家都知道章子怡是著名的国际影星，在影视界获奖无数，颜值、演技和身材都名列前茅。汪峰则是音乐界的天才，他的才华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在前段时间，汪峰和章子怡公布生小二胎，这次生了一个儿子。要知道汪峰和章子怡还有一个女儿，名字叫做星星，如今再添一儿可谓是圆了人们双全的梦。在生产完的第三天，章子怡晒出产后的照片，场景十分温馨，仿佛空气中的呼吸都是甜的。